Sankirtan Bhattarji Yunisho Chasunja Vaya Sinti Dembe Purdingi Vita Vaya Kanchi Kanta Chaya Lhasaya Nambare Karve Surta Mimbe Jibu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婴生未生胎儿。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见到香肠斑马给啥的东包了养成做官我这边斑马撞的是啥的过得我看着忙不过去几几次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撒的我这种各种装备当这不能真见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
之前我就老早老早了，就是星期六下午上班，把就是上班用着把他们抓到的忙，我就做这种各种专业当值班人员，全部就像是你们这些当之前我就老早了。昨天的时候星期六下午上班，把就是上班用着把他们抓到的忙，我就做这种各种专业当值班人员，全部就像是你们这些当之前我就老早了。昨天的时候星期六。现在上海把技术上把用的把他们装到的忙我就做了忙我把这个人把马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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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我把这个人把马斯我们把这个人把马斯的我接纳的江苏罗的病例的所讲的那笔在江苏那当我们的主席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家的所有中等点公布家伙人养老乡家路跟个路住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个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子那个把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那把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这的街中你摸你摸你街上都等着马里们在这等着你个见你正在拉着呢等你到江三平的送人等你走街这头是找着当着你沿着道路们在人家伙老样懒得的最多的几斤接着我在这道路的门门把着在你我当当就用路多吧路主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妈前不我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的街将来想赞路好那我们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下午的这个这个主题啊是什么是死亡这是死亡啊这两个字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可能是很比较沉重的这个话题很多人不愿意听不愿意讲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死亡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生活还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如果作为一个佛教徒那就一定要这个了解死亡但是除了佛教徒以外我们普通人也要需要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我们对这个死亡的这个有很多的误解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死亡很恐怖有些人觉得死亡就是无所谓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态度但是我们需要一个需要在这方面呢需要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就是做一些这个准备如果我们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或者认识的话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未来面对的这个方法训练可以做一些训练可以比较快乐的可以面对死亡快乐的心态去面对死亡或者对这个死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平时我们的这些比如说生活呀各方面都有帮助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先跟大家准备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死亡那么第一是正确的认识死亡首先是这个
那么正确的认识死亡，死亡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认为死亡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终结啊，死亡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结束啊，死亡死了以后啊，什么也没有啊，就是这个生命整个的这个生命啊结束了。那这种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非常的消极的。非常消极啊，就是因为我们奋斗了一辈子，努力了一辈子，最后啊，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就这么几十年啊，完了以后呢，结束了啊，一切的努力啊，所有的这些奋斗，都到此就啊，全部都结束啊，从此以后就是不存在，这样子以后呢，这种人生观啊，是一种非常的消极，一个悲观啊，一个这样子的人生观，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有些人认为死亡啊，比如说人死了以后呢，可以啊这个去天堂啊等等，那这些呢也不一定啊，能不能人死了以后呢，能不能去哪里啊？这些也不是。也不是我们很多人所想象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对死亡的两个极端的啊想法，有些人呢，有对死亡有过度的这个恐惧，恐惧非常的害怕啊，很消极悲观，以悲观消极的心态去面对死亡，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对死亡就没有不做任何的准备啊，无所谓啊，这样子也是一种极端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死亡呢？首先啊，第一个，死亡是什么？死亡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死亡是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啊。首先啊，我们的第一个对死亡的定义，对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呢？死亡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活动啊，它并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而是一个生命的活动。那这个生命的活动呢，它是有周期性的，周期性的，它有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呢，会发生一次。除了我们的人的这个啊生命以外，比如说春夏秋冬啊，还有每一个我们在这个轨道上的这些天体，他们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周期。比如说地球啊，还有这个月球啊，木星、土星等等，所有的这个啊天体，它在它的这个轨道上啊，这个都有一个它的时间的这个周期。然后我们的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地球、宇宙啊，它的诞生啊，最后它的这个结束，然后呢由诞生，这个也是有一个周期。所以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都在这个变化当中，所有的这个变化当中的这些物质啊东西，都是有一个它自己的周期。那我们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死亡，首先我们啊也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周期性的。第一个，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啊，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会发生一次。然后呢，它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活动，它是一种生命的活动，它并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这是我们对死亡的第一个定义，第一个定义。那这个死亡的，首先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周期啊，周期是什么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除了这个真正的死亡以外，还有好几个时候，我们都
可以啊、有这个除了这个真正的死亡以外啊，还有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遇到好几有几次都是跟死亡相识的啊，那么这些都是有周期性的，嗯，这样子的意思。嗯，那首先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类似于这个死亡而且有周期性的这个活动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深度的睡眠。那比如说一个人深度的睡眠，从这个从生活啊，从现实生活当中进入深度的睡眠，这是一个阶段啊。然后第二个阶段，从深度的睡眠当中然后开始啊做梦啊，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啊。然后第三个阶段呢，从这个做梦啊，从梦里面又回到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是第三个阶段。嗯，那这三个跟我们的这个啊，我们讲的这个死亡啊，实际上它的深度不一样而已啊，深度不一样，它的这个整个过程是完全是一样的。嗯，但是呢，因为我们啊，人死了以后，他就忘记了所有的这个上一时上一次发生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这个经历，他都忘了啊。这样子以后呢，他没有办法知道啊上一次发生了什么事情。嗯，那从死亡从这个睡眠当中我们醒过来了以后呢，我们还是记得很清楚啊。实际上这两个过程是完全是一样的。嗯，藏传佛教啊，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种方法是模拟死亡啊，模拟死亡。嗯，为什么要模拟死亡呢？通过这种方法去训练啊，通过这种模拟死亡的方法去训练啊，训练了以后呢，当他真正的这个遇到啊，真正的面临这个死亡的时候呢，因为他有一种这个之前就有这种训练啊，所以这时候呢，他可以很顺利的啊面对死亡。嗯，那什么叫做很顺利的面对死亡呢？嗯，他是不是不害怕呢？啊，不害怕，这当然是其中一部分了，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那学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啊，有一个专门修这个专门的修法啊，有一个是专门的修法，这个修法叫做中阴啊，中阴的修法。嗯，中阴是什么意思呢？中是我们的前世啊，跟后世中间有一个过渡的这个时间啊。前世的身体离开了，后世还没有啊，还没有投生。嗯，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过渡的时间，这叫做中。嗯，阴啊，就是阴和阳，阴阳啊，阴阳当中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或者是我们下一世的这个生活啊，生命啊，这就是阳，阳。为什么是阳？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啊，是一个这样子的时间，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生命，所以叫做阳啊。然后阴是什么呢？阴它虽然是存在的，它的这个时节是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生命啊，它的这个生命也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的普通的这种感官它感觉不到啊，感觉不到。所以叫做在佛教里面这叫做阴啊，阴和阳啊中间的一部分的这个时节啊，中间的一段时节叫做中阴。嗯，中阴。那在这个中阴的这个阶段当中啊，它也有这个生命的存在啊，而且专门修这个中阴的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一种成就的机会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成就的机会呢？平时我们今天我们上午也提到过禅啊，打坐修禅。嗯，禅的
这个最高的这个最高端的禅是什么呢？是正悟啊，正悟悟道，开悟啊。那他正悟为什么通过禅可以正悟呢？啊，平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思维，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波动啊，波动的这个幅度是相当大，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啊体悟，没有办法正悟到我们自己的啊内心世界的本质啊，没有办法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波动很大呀，有各种各样，我们佛教里面叫杂念啊，有各种各样的思维，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啊。啊，负面的情绪，正面的啊，等等，有很多的这些杂念，各种各样的念头啊，而且这些杂念的这个波动啊，幅度也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啊，体会到，我没有办法看清啊，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通过禅啊，通过禅把我们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幅度啊波动慢慢的降低，慢慢的降低，通过禅慢慢的降低啊，最后就到达一个一个这个很平稳的一个水平，这是没有波动的啊。虽然是有波动，实际上是有稍稍的波动，但是呢这个不会影响啊，不会影响，而且我们也感觉不到这个波动啊。那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体会到它这个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它的本质啊，本质。死亡的时候跟禅是有同样的这个效果啊。死亡的时候为什么？死亡的时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自然的过程有一个叫做藏识啊，藏识。那这个藏识是我们的这个佛教的心理学里面讲，它分了这个我们的意识啊，它我们的精神就分了八种层次。精神呢，我们的内心世界分了八种，八个层次，不同的层次。最外表的最表面的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的眼睛可以感觉到这个光的存在啊，触觉啊，听觉、视觉啊，这是最表面的，最表面的。然后这个的最底层的是什么呢？最底层的是我们今天早上提到的这个藏识，佛教里面也叫做阿赖耶识。然后就回到这个阿赖耶识的过程当中回到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上这时候没有任何的杂念，没有杂念，没有任何杂念，在阿赖耶识的层面上，然后再突破阿赖耶识以后呢，然后他可以看见体悟到我们的内心的本质，在我们佛教里面这叫做佛心叫做佛心。佛心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是一个非常纯洁非常纯洁，没有任何的这个污垢。但是呢，因为我们人不会永远都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因为我们的禅定的功夫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我们的本质是一个非常纯洁非常清净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层面，但是呢，从我们离开了那个以后呢，那我们的心里就会有贪啊、嗔啊、痴呀 等等，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这些情绪在死亡的过程当中呢死亡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些所有的这些情绪都会归零自然的归零比如说深度的昏迷深度的昏迷的时候昏迷的时候呢，然后眼睛看不见听不见，这就是证明视觉、听觉这些都
停止工作了啊，停止工作了也不存在。嗯，然后呢，这个深度的睡眠还有这个昏迷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思维，嗯，没有思维。这时候呢，我们的思维的这个你这个意识，它也已经停止工作了，这些都不存在。嗯，然后最后啊，最后它就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就所有的这些啊。这些念头啊都归零啊。那么归零的零是什么啊？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常识啊，常识啊。那就这个死亡的时候呢，自然的就把所有的这些念头慢慢减少了，以后就归零了。那这个时候有修心的人啊，训练好了以后呢，这里呢就有一个自然的啊这个回归的一个过程，归零的过程。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可以证悟，他们可以证悟。所以死亡啊，很多人对很多修心人来说啊，修心人来说，它不但是不是一个恐怖的东西，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自己的心灵的一种机会啊，是一种机会。对一个修心人来说啊，有训练的人来说，那死亡啊，它是一种机会啊。就是一个平时我们的在人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杂念呢，不能归零的，没有办法归零的。通过禅定是可以归零的，但是呢，这禅定的这个归零和死亡的归零是不一样的啊。死亡的归零是把所有的这些，这些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啊这些思维的活动全部归零了。全部只是短暂性的全部归零了，那这个深度就已经达到很高的这个水平了啊，这时候就很容易证悟。所以我们佛教徒啊，尤其是藏传佛教，它有一个专门的训练的方式。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死亡啊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或者是一个很小级的，是很悲观的啊，也不能这么认为。死亡其实如果有这种训练的话呢，它死亡不但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而且是一种提升自己的心灵的一种机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种修法叫做中阴的修法啊，另外还有一种修法在藏传佛教里面，睡梦梦瑜伽啊，梦瑜伽就是梦的修法，做梦的时候的一种修法。做梦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种修法呢？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死亡，它深度的这个睡眠跟这个死亡是有点类似的，相同的啊。然后从睡眠当中啊，开始就从这个睡眠当中，深度的睡眠当中出来了以后呢，开始做梦，开始做梦，那这个时候跟我们死了以后，人死了以后，然后他一段时间当中他是昏迷的状态，然后这个昏迷的状态过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平时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了中阴啊，中阴身是什么？中阴身它也是有它自己的时节，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啊看不见，但是呢，它也有它的身体，它的身体也是一种物质构成的，但是这个物质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光，它的这个光啊，它身体的。这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是看不到而已，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那这个跟我们的做梦的时候啊，梦里面的这些发生的一切，跟这个中阴身的时候，从这个深度睡眠再出来的这个状态，深度睡眠出来做梦，死亡啊昏迷的状态当中再出来啊，这个出来以后叫做中阴身，这两个是这两个是完全是相似的东西，很相似的啊。但是我们平时我们没有训练的人就不知道，其实这两个是一回事，这两个都是这个我们的生命的一种活动。然后从这个
做梦，梦里面再回到啊，再回到这个现实生活，嗯，再回到现实生活，然后死亡啊，这个昏迷中阴，然后从中阴当中再去投生，嗯，再去投生啊，这个是我们从梦里面回到现实生活，跟嗯这个中阴啊再去投生，嗯，这两个是完全是一样的，这一个道理啊。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三个是一个周期，比如说我们啊一个人睡眠做梦，然后又回到现实生活，这个是它也是一个周期性的，一般都是啊24小时之内啊24小时之内有一次，嗯，也每天都是这样子啊，24小时每24小时当中就会发生一次啊深度的睡眠，从睡眠当中再做梦，从梦里面再回到现实生活啊。这个是每24小时当中会发生一次，在正常的情况下，每24小时它的周期啊有多长时间呢？基本上都是24小时之内，它就在正常情况下会发生啊。那这是一个周期，梦，嗯，然后死亡它也是有周期的，嗯，也是有周期。比如说人啊，那有可能是50-60年呢，70-80年以后，每过一个这么一段时间当中，在这个前后会发生一次，嗯，一次是深度的这个昏迷啊，深度的昏迷当中再出来中阴啊，然后从中阴当中啊，然后就有这个投身啊，那这三个的过程，这三个过程是也是一个周期，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啊，所以叫做周期性的啊，周期性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嗯，生命的活动啊，生命的活动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活动，嗯，比如说太阳啊，有太阳的活动，嗯，这也是一个周期性的太阳的活动，很多的天体都有它自己的周期性的活动，嗯，然后地球也是这样，然后我们身边的万事万物很多东西都是有周期性的一种活动运动，嗯，那我们的死亡也是这样子啊，简单的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啊结尾，而且是一个生命的这个活动，它是一种生命的活动，嗯，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啊生命的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嗯，然后第二，认识自我的最佳时期啊，死亡是认识自我啊的最佳时期，嗯。那么什么叫做认识自我呢？平时我们在